鉴宝讲坛。邢军，我国著名的陶瓷、青铜器评鉴专家，艺术品高级经纪人，艺术品评估鉴定师，现任德宏首席专家。藏友们，大家好。在我们收藏当中，我们对待高古瓷的这个理解，一般人都会想到了这个五大名窑，我们的这个汝钧官哥定。但是在我们宋人当中，这个时期我们出现的是八大窑系。在我们民窑体系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吉州窑，吉州窑的烧造是从唐代开始，到了五代北宋，使得吉州窑的作品被众人所接纳，也就是它的兴盛时期。它通过了南宋到元停止，在我们历史当中以1200多年的这个时间，为我们古人做出了无限的这个奉献。相对应的，在我们当今收藏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窑系。它的这个独特使得作品的珍稀。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木叶盏，它在某种角度里边烧造是非常难。我们能想象一片叶子在夹在釉的中间，在高温下使得它完整无缺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想而知。在我们众多收藏者当中，我们对待八大窑系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但是在我们现在，我们准确的把它八大窑系以长江以南以北进行了分化，也就是所说我们四大窑系属于南方窑口，四大窑系属于北方窑口。而我们南方窑口当中具有特色的吉州窑，它是以黑釉为主。我们能感受到，一说起黑釉，我们藏友们对待这个颜色以及民众对待这个颜色有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我们古人通过了文学文化把它重新命名，以乌金釉相称。我们的乌金来源于就是我们的煤炭，煤炭赋予民众的并不是我们认为现在随处可得的，在那个时期开采以及煤炭给予我们众多的好处，被我们古人认为它是以金来做称呼，所以就把乌金这两个词语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木叶盏当中。所以我们在听到所谓的吉州窑的情况下，都知道它以这个乌金釉为名。吉州窑木叶盏，口径14.55厘米，底径3.70厘米，高5.60厘米。此吉州窑木叶盏内外施黑釉，碗内有木叶纹，木叶的金落分明，叶柄和主金呈青黄的暖色调，折握于叶片中，木叶卷曲折叠姿态，
充满着禅意，圈足及底露胎，胎呈深米黄色。此盏又润叶大，精秀雅致，品相完美，为吉州窑中最珍贵的品种，也是近千年来陶瓷史上的瑰宝之一。在某种角度里边，好多人对乌金釉、对吉州窑，认为它是北方窑口磁州窑系当中的一个窑口。这里边在文化角度里面讲，因为它两者非常相似，有众多的这个作品非常相似。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北方窑口的这个磁州窑，它是白地黑花啊，但是我们吉州窑也相同，都有。据说由于北方战乱，使得窑工南迁，就来到了吉州窑，也就相对应的把磁州窑的这个工艺就带到了吉州窑，所以能烧出相同的类似的作品。因为我们非常明白，我们的宋人是不愿意去战争的，在我们宋北宋这一时期，对准的北方就是辽，在我们南宋对的就是金。由于北方的战乱，窑工南迁的一个过程，但是木叶盏在相对的只是吉州窑所有，我们的磁州窑看不到木叶盏、木叶碗。所以我们在收藏它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它属于我们的高古瓷，在某种角度里边，距离我们接近于这个千年。相对我们从它的圈足下一定要有感受，这种感受就是它的胎土必须干爽。我们众多藏友只是看了它这个瓷面的这个表现，因为我们现在众多的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艺术品或者伪造品，都是经过了化学处理等等一系列的处理之后进行市场的这个扰乱。但是我们在收藏它的情况下，一定要对它的圈足，也就是它的胎土有一定性的认知，这个就需要我们多看多练习。在我们能看到所谓的一些骨头的情况下，你能感受到骨头刚被掩埋或者刚吃完扔了一两年之后，能感受它骨头里边的这种油性湿度。而在放置了这个骨头放置了百年之后没有化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你在那再去看它那种干爽程度完全不同。这也就是我们对胎土的分辨。因为我们现在黑釉在处理光源的情况下，在某种角度里面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不能单纯的只在釉面当中寻找它的光源，我们所说的这个宝光贼光。你把它从胎上完全去感受，这是他一个现在造假当中不能所做到的。这是经过了接近于千年的一种物理变化，所以我们在收藏当中的情况下，一定要去抓住一个点，这个点是现在人所不能为的，然后你再按照所谓的，你把这个点抓住了，你再按照所谓的一步一步进行考究认知等等，
再确定，不要去盲目的只是去看它这个叶，因为在某种角度里边，我们现在当今吉州窑恢复也能烧造出来，经过了各式各样的处理也能蒙蔽大家的眼睛。总体来讲，我们还是要以知识点去对古人的这个作品进行评价。我们现在人都讲究粗略，毫无没有无所谓的一个感觉，我看好了我喜欢我就收藏，但是到放置了十年八年之后，在某种角度里边，你对物品呢也有了这个感情，等到哪一天哪一位朋友说，哎，你这件藏品可能存在问题，你是以推的这种感觉，哪一位说你这个东西不好，你完全就把它推掉了，你不相信，因为你跟他相处的时间之长，但是要用我们所鉴定的知识点或者是特征性去进行一步一步的去区分的情况下，可能你在某一件藏品当中就会出现众多的疑问。在收藏与鉴定当中，我们就是找原因找答案，把原因找出来再找答案，相应的答案与这个原因与答案是相符，而不是说自己给这个原因找出了或者捏造了一个答案，这样众人不认可，藏品永远在你家。好了，这期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